的，贵卷毛噻，他不管。你的宠物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？你可不要忘了，他收集能量，你还没去嘞。我害怕，你先去看看他嘛。一个比一个麻烦。出来。哎呦，你中毒了吗？这样。他长大了，可是怎么变得那么黑？这得问他，我可能吸收了他的黑色能量。黑色？那是邪恶能量哎，你会不会变成恶魔？黑色也可以是正能量，强大、勇敢。嘿嘿，我黑，我骄傲。小黄狗，你愿意帮我吗？我还要去别的地方继续收集。不愿意，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把我的超能力吸走？你们还有超能力？必须的，我们可厉害了。求求你了，就帮帮我吧。不帮不帮，我就不帮。对啊。我的超能力，连瞎子都不需要了。巧克力，它黑化了。我来。啊，来什么？我都受不了我，你的超能力真厉害。我的超能力让他治愈了。没了，我没有超能力了。巧克力，这就是你养的好宠物。卷毛，对不起。算了，我不怪你，不就是没有超能力吗？至少他没有伤害我们。我不会让他伤害你们的，如果真有什么事，我一定替你们挡。你怎么挡？仙子被你烧了，他又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汪汪汪！